科技好礼，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《制造将来》。下一期，让我们一起在共同见证将来以来，让我们一起创新不代。我们下周再见。感谢新浪娱乐、深度媒体合作平台光明网、凤凰娱乐、搜狐娱乐、中国新闻网、中国网、环球网、新浪新闻客户端、网易新闻客户端、凤凰新闻客户端、达克、今日头条互动百科、果壳网、素联科技、天空上去中文、长城汇。 利亚德南硕科技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张国搜索制造将来，更多短科技等你解锁。哇，很标准啊！本项任务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，你们拿的这个尾号是否是最终的尾号呢？有一群人。 他们钻研一生，只为突破一件事情。我们怎么能把我们做到一个世界第一？如果我们自己都认为我就是个二流水平，那么我们国家、民族怎么发展？以智之名，创造将来；以我之名，改变未来。